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句话啊。第三句话说 ，As the time and cost of making chip drop to a few days and few hundred dollars, engineers may soon be free to let their imagination soar without being penalized by expensive failures. 依然，咱们先看句子成分的分析。这个前面这个黄颜色的，一直到逗号结束，可以看作是 S 引导的一个原因状语从句，或者看作是时间状语从句都行。你要看到原因状语从句呢，这个 as 就翻译成 because。如果翻译成时间状语从句呢，可以翻译成随着啊，这个都行，因为 as 表示因为，表示随着，都能讲得通，都可以啊。那么如果表示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制造一颗芯片的时间和成本，后面这个 of making a chip 是后置定语修饰前面这个 time and cost， 就制造芯片的时间和成本怎么样呢？已经下降到了几天和几百美元了。好，到这完了。如果翻译成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呢，就是随着制造一颗芯片的时间和成本下降到了几天和几百美元，都讲得很通顺，都可以啊，都可以啊。然后看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句了，怎么样呢？这工程师们很快的就可以自由的任自己的想象力在空中飞翔，就任想象力在翱翔。这个用了暗喻的修辞，咱们在第九课说过，只是喻体全隐式，把想象力比成鸟儿了，但鸟儿却没有出现啊，把喻体藏起来了。后面 without 引导是介词状语，在句中做状语了，而不会因为昂贵的失败而蒙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了。这个 penalize 本来表示惩罚或罚款，有这个意思，在这儿呢，就是因为重大损失，好像被罚掉钱一样嘛。penalize 用惩罚，这其实并不是真的惩罚了，就是因为这个昂贵的失败而蒙受巨大损失。现在呢，即便失败也没关系嘛，投入就几天嘛，几百美元嘛，失败的成本也不太高，就这个意思。好，看看里边这个一些重要表达。首先第一个就是下降到了 drop to， 这个表达值得咱们钻研钻研啊。drop 表示下降，到了什么地方可以加介词 to， 这 drop to 啊。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你像 fall to， decrease to 都可以表示下降到，下降到了多少后面都可以加介词 to。如果表示下降，可以单独使用它。如果下降到了多少，加介词 to， 这是下降。咱们在三册的第八课也讲过，如果表示骤降或暴跌，像温度骤降、股市在暴跌，有好多更精彩的表达。比如说 plummet、plunge、nosedive 或者 take a nosedive 都行。如果暴跌到了多少呢？一样可以后面加介词 to。如果就是暴跌，得单独用它就好了啊。咱们分别读一下，先读第一个 plummet、plummet。这个叫骤降或者暴跌啊。这个 plummet 这个词呢，本来是表示测量水深的铅锤啊。就古代呢，没有这个声纳这么一个先进技术，看这个水有多深，比如一个湖泊有多深，怎么办呢？那一个特别长的绳子下面坠一个铅锤，因为铅密度大的沉底啊，扔到里面去，等绳子蹬不上劲儿了，说明它沉底了。拉上来之后，绳子湿的地方一量，这个深度就量出来了。所以做动词来用，就是骤降或暴跌。咱们再读一下 plummet。好，这个 plunge 在三册第十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讲过，本来表示扑通一声跳进水中，一听这声音 plunge， 扑通，哗，这个声音就跳水了，对，我们再读一下 plunge， 扑通一声跃进或跳进水中。 nose dive 呢是表示飞机俯冲，就鼻子朝下呜下来了，俯冲，或者用 nose dive 当名词来用，用 take a nose dive 做俯冲，就飞机俯冲下来加介词 to 可以表示这个暴跌到的，如果没有 to 呢，就是骤降暴跌就行了。那比方说 ，Since January 自一月份以来 ，sales of cars 小汽车的销量 have plummeted, have plunged, have nosedive 或者是 have taken a nosedive， 小汽车的销量骤降或者暴跌就行了。这是我们看到，这是表示这个下降到多少呢？后面一样加介词 to。那么同样说上升呢，或者上升到呢？上升本身词汇特别多，比如有 rise、go up、increase、climb、爬山这个词也行，或者用 escalate 都可以表示上升。上升到了多少呢？后面加介词 to 一样的。那如果表示迅速的暴涨呢？股票暴涨呢，有其他一些词汇。我们先把这个看完啊，先看一个例句，叫 house prices have escalated to a worrying level， 就是房价呢，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上涨到了多少？后面还是加介词 to 这个词。那同样，我们如果表示这个暴涨，像股票暴涨，温度大幅增加，可以用 soar 或者 rocket
如果到了多少，一样可以加 to。那这个 soar 我们刚才见过，本来表示鸟儿在空中飞，对吧？这个 rocket 呢，本来做动词是放火箭的意思，蹭一下就上天了，所以叫这个暴涨。那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soar rocket， 后面到了多少加介词 to， 这个非常好记。那咱们也看一个例子 ，Gold prices soared or rocketed to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83。金价，黄金的价格暴涨到了1983年来的最高程度，哎，骤降，这个和暴涨相关的可以同时记，这是大幅上升，暴涨迅速上升，有这个意思。嗯，好，再回到这个句中，嗯，他说呢，随着这个制造芯片的时间和成本下降到了几天和几百美金，工程师们很快就会自由的任自己想象力呢在空中飞翔。这个地方怎么讲过，这是把想象力比喻成了鸟儿才能在空中飞吗？比喻成鸟了，但鸟没有出现。那咱们说了，这是 metaphor 暗喻式的，喻体全隐式的暗喻，就是把比喻词完全藏起来了。咱们在上一课第九课说过，有喻体直陈式，直接说喻体是什么了，主体这个喻体说成一回事，喻体半隐式就是把这喻体的名词换成动词形式了，看得见又看不太清楚，这半隐。本文中是喻体全隐式，喻体都藏起来了，但读者知道比的是什么，比成鸟儿吗？蔡飞说 His anger gnawed at him， 这个 gnaw 在野兽用牙咬的意思，他的饥饿在撕咬着他，把这个饥饿比喻成了野兽了，但是野兽没有出现，但通过动词我们能体会到，哦，比喻成一个野兽残忍的在咬他，说明他饿的都不行了，非常痛苦的感觉。那还有我们以前说过那个培根爵士说的论读书中的这个片段，但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on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这个有些书应该浅尝即可，其他书囫囵吞下，只有少数书值得咀嚼和消化。你看，通过动词可以体会到，他明显把书比成食物 food， 但食物却没有出现。但我们知道比喻的喻体是什么，是喻体全隐式的暗喻，喻体被藏起来了。好，别人自己想象力在空中翱翔，而不会因为这个昂贵的失败，就不会因为他而被惩罚，其实就是不会因为失败而蒙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了，这个意思。好，那后面进一步说，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技术能把硅谷推向未来去呢？这米德他借助专家的话继续来介绍，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新技术能把硅谷推向未来。那他说 Mead predicts thatInventors will be able to perfect powerful customized chips over a weekend at the office, spawning a new generation of garage startups and giving the U.S. a jump on its foreign rivals in getting new products to market fast. 我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好，咱们先看看这个语法成分分析。那这个句子主干结构主句呢，其实就俩字儿。就是 Mead predicts， 就是米德，就刚才 cover Mead 这个人了，他预言说 predict 是预言了，后面大家从句一直到句末这个黄颜色的整个当然是宾语从句，做着预言做他的宾语啊。他预言说什么呢？说是 inventors 就是 perfect powerful customized chips， 它可以使呢那些强大的 powerful 功能强大的 customized， 我们讲过就是按客户需求来设计的这种芯片怎么样呢？使它完善。大家注意这个词读成 perfect， 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及物动词，表示 make something perfect， 使什么什么完美。如果它是形容词，当然都是 perfect， 但动词呢 perfect， 就 make something perfect， 就使这个按客户需求制作的功能强的芯片把它完善完美起来。后面 over a weekend at office可以看作是这个宾语从句里面的时间状语和地点状语了，时间是在周末，地点呢是在办公室里啊。好了，那破折号后面呢，一直到这个句子结束，这斜体字成分可以看作在句中当一个结果状语来使用，就是嵌套在这个宾语从句整个那引导的宾语从句内部的一个结果状语。结果状语里面用的是非谓动词，那第一个是 spawning， 然后你看后面还有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的非谓动词，就是 giving。Spawning 都是非谓动词做结果状语。那第一个是产生了新一代的从汽车间起家的小型的公司。Spawn 咱们在生词中讲过，本来表示鱼或青蛙在产卵，派生意呢是使一系列东西产生或出现。在这用的是对呀，产生了新一代的 garage
也能读成 garage， 就是车库或者修理厂。在这车库呢，在车库里起家的 startup， 就是小的公司，尤其是跟电脑网络相关的小公司。那并且呢，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是产生了很多小的公司，另外一个结果呢，使得美国具备了超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 Give somebody a jump on， 使某人具备了超越他的优势。这个 jump 在这其实相当于 advantage， 优势的意思。这个搭配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然后呢，后面这个 in getting new products to market fast，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嵌套在这 given 这整个这个第二个非谓动词内部的一个这个状语来，是在什么方面呢？在使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这个方面，使美国具备了超越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为什么呢？我们测试制造芯片速度特别快，外国呢还得用真的芯片去测试，我们在电脑虚拟就可以了，速度特别快。为什么一个周末就做好了吗？哎，这是为什么把硅谷会进一步推回到未来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又做了世界的领军人，因为是技术，高科技。好，整个是这个句子细节咱们看完了，这个大的框架咱们看完了，看看词法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咱们复习一下，就是米德预言说叫 predict， 它的一个同义词叫 foretell， 大家还记得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某人预言说，后面一般可以加它的宾语从句来。来，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predict foretell， 特别好记， PRE 是提前， DICT 一般跟语言文字相关，字典不就 dictionary 吗？提前说的语言就是预言。FORE FOR 呢也是在前面，这个 TEL TELL 就说了，在前面说的话那还是预言说。但是我们说这两个词有个区别，什么区别呢？就是这两个词表示预言人做主意的时候可以替换，但是如果表示预兆预示，这个时候一般咱不用 predict， foretell 可以表示预兆着预示着，这个 predict 一般没有这个含义，咱们以前说过，对，就是 foretell 多了一手，它可以表示预兆预示。大家还记得这个谚语吗？ Timely snow foretells a bumper harvest。 Timely 是形容词，及时的，及时的一场雪预兆了一次特大的丰收。这个 bumper 在这儿不是汽车那个防撞器，当形容词来用就是 enormous， 特别大的，瑞雪兆丰年，对吧？及时一场雪预兆的来年一次特大的丰收。在这里边用 foretell 是好的，但用 predict 用词不当，因为它一般都是人做主语，叫预言，或者这个某人预言说。好，那再看后面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在周末期间就可以呢在办公室里面完善按客户需求制造的芯片，这个使完善。刚才说了这个词读成 perfect， make something perfect，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个及物动词 perfect。使完善也可以用它的名词成分构成习语搭配，什么呢？就 bring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perfection， 也是使完善，意思是一样的，字面意思是把什么什么带到了完美的境界。这个 perfection 就是刚才这个 perfect， 还有形容词 perfect， 它的名词形式就完美，把它带到了完美，不还是使完善吗？意思是一样的，这可以替换。那你比方说 The violinist spent years perfecting his technique，这位小提琴家花费了多年时间让自己的技术炉火纯青。这个 spend 后面跟 doing 是花费时间做某事，你看这是 perfect 当及物动词来用，后面加宾语了，对吧？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刚才的习语，由名词构成中性词的这个搭配。The violinist spent years bringing his technique to perfection， 这两个搭配在咱们生活中是可以替换的，都是使完美使完善这个意思。本文中呢就可能够使他们那个 power 功能强大的跟客户制造芯片完善，在周末在办公室就可以做到。它的结果是 spawning a new generation of grad startups， 这个 spawning 我们说了来自动词 spawn， 使一系列的新事物产生，就跟鱼青蛙产卵一样，后面一般跟这个复数名词做宾语。本文中这个 startups 确实也是复数名词，用的是对的。然后呢 a new generation， generation 不一定是一代人，就是表示这个新一代的事物，这个也行。还有 garage startups， 就是一些 garage， 就是这个车库或者汽车修理厂。这个英式发音呢一般都是 garage， 在美国一般都是 garage， 都对，后面发日这个声音，跟老师读一遍 garage， 刚才是英式，在读美式 garage， 都是车库或修车厂的意思。然后呢 startup 这注意是表示一个小型的新诞生的公司，
咱们看看这个地方，好像这个译文也翻译错了。咱们大概看一看，就是六十页的最后一行。我们看一下六十页译文的最后一行，这个造就是新一代从汽车间起家的技术人员。这个翻译错了，因为 startup 在这不是技术人员，是小型的公司。这是也是在译文呢翻译的有点马虎了。咱们看看什么叫 startup。 Startup means a new small company, especially one whose work involves computers or the internet. 那么 startup 表示一个新的小型的公司，尤其是指呢这么一个公司，他们的工作涉及到了电脑和因特网的这么一种小型的公司叫 startup。 你像 an internet startup 并不是一个技术人员，是这个因特网公司，这个网络公司啊，电脑公司啊，这就是 startup。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新概念英语啊，课文部分是无懈可击的，但中文译文还是出现了不少一些翻译错的地方。所以这中文呢可以当作咱们一个反面教材来看了，就大家在做学问研究英语时确实要非常谨慎。我们说写作使人精确，翻译也使人精确，尤其是翻译英语的文章更使我们精确。英语很容易翻错，确实在里面的规矩套子细节变化太丰富了，这个地方容易翻错。那么是怎么样 ？And giving the U.S. a jump on its foreign rivals， 其实来自这么一个固定搭配，叫 get a jump on somebody， 就得到了超越某人一个优势。get a jump on 这固定一个搭配啊。那么它相当于什么意思呢？相当于 gain an advantage over somebody， 得到了超越某人这么一个优势，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个本文中呢做了个变化，它把 get a jump 换成了 give somebody a jump on somebody。get a jump 表示得到了超越某人的优势，那么 give somebody a jump 呢，给某人往前一蹦，蹦到别人前面去了，不就表示使某人具备了超越某人的优势，是吧？使他不给他了一蹦吗？使他蹦到别人前面去了，使某人具备这么个优势就好了。本文中呢就使美国具备了超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后面那个 foreign rivals， rival 做动词来说是竞争，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动词 compete。做名词来用呢，就是竞争者、竞争对手，也是 rival， 就像 competitor 这样的词啊，在这是名词竞争对手了。在哪个方面呢 ？In getting new products to market fast， 就是在使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方面，这个获得了这个优势，是这个意思。好，这米德还没说完呢，他接着说 ：“We've got more grudges with smart people. Mid observes, we really thrive on anarchy。”这个米德接着说了：“我们只有这种啊。”里面有聪明人的这个车库啊，还有好多好多呢，我们确实就靠看似这种混乱状态而慢慢发迹起来的。 We've got 这个比较口语化了，就像那 We have got， We have got 就是 We have， Have got 比较口语化，就像那 have 有嘛。这个 more garages with smart people 就有聪明人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有聪明人的这个车库，其实就是表示这种在车库起家的小型公司，就指了刚才那个 garage startups 这样的小公司还有很多很多，就硅谷到处都是，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小公司。他说有聪明人的车库，说得很幽默啊。那个其实言下之意呢，咱们的翻译过来就是 We've got more promising garage startups， 我们很多很多的更多的这种promising 有前途的，对吧？有前景的，那么前途一片大好的这种车库起家的这个小公司还有很多很多啊，并且他说我们确实啊，看似就是靠这种混乱状态而发展起来的，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嘛。如果一开始事物的发展初期阶段就弄了很多条条框框把它限制住，恐怕再进一步发展就很难了，对。好，这个 thrive 本来做动词就可以表示 prosper 繁荣的意思，后面 on 可以表示靠什么什么东西而繁荣起来，而发达起来，而且这个尤其是暗示呢，靠一些看似表面上不太好的东西，一般人认为是坏事，结果我们靠它慢慢发达起来了。那你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He thrives on criticism， 他在批评声中慢慢发达起来了。一般人不希望有批评，但这个人呢，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说的对我改，说的不对呢，我无所加勉嘛，对，我勉励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最后在别人口水中慢慢成长起来了，骂声中成长。一般人不愿意要批评，你看人家靠这个发达起来了，尤其是看似不好的东西。本文中也要 anarchy， 混乱状态，混乱看似是不好的，但是在混乱之中才有生机和活力，就这个意思。再比如说
I wouldn't want much pressure, but she seems to thrive on it. 我不想要太多的 pressure 压力，但 she seems to thrive on it. 她看似呢在压力之中慢慢发达起来了。别人有压力可能得病了，他有压力之后慢慢越来越好了，在压力中工作动力反而都强了。哎，看似不好的东西我们靠它发达起来了，叫 thrive on。 这个搭配可以顺便记住。本文中呢，后面的 anarchy 在生词中讲过，本意是无政府状态，就政府都没人管了，烧杀抢掠了。但是呢，派生意就是表示 disorder 或者表示 mass 或者 chaos 或者 confusion， 就是混乱状态，就是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这个办公室，甚至都没有执照，就是自个儿在家后院的这个或者车库里边弄什么两三个人来七八条枪，对，就传这么个小公司，看似比较混乱状态，但正是靠这个东西硅谷才能够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很多小公司，并且小公司慢慢成长成了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注意这个 anarchy 这个翻译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后面的翻译，这个译文是怎么翻译的。你看在61页上面的第一行，米德说我们确实靠这种无政府状态发展起来了，这个翻译是胡说八道。美国在硅谷也是有政府管的，不是无政府状态，这完全翻译错了。我们靠就是看似比较混乱的状态，这个 anarchy 用的是派生意，绝对不是本意啊。所以这个中文译文错的太多了啊，这个书的中文是咱们一个反面教材啊。这个注意在英语中在做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咱们看很多一些中国人翻译的这个小说，你要跟原文去对照，发现里边是错误百出啊。所以不能靠想当然，没有百分之把握，请你问问字典或者问一问地道的老外，看看是不是你理解正确了。这个注意翻译啊。好，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